省人各界访问团一行100多人，今天由省政府秘书长施乃率领，到成功里慰问了正在受训的大专学生。访问团曾经分别参观了各项设备和战斗训练。在震撼训练场，同学们在甲车情况下抱着炮火匍匐前进，冲锋陷阵，占领敌人的阵地。他们以熟练的动作和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，获得在场参观的各界人士一致的赞扬。8000多位大专主训学生经过6周的训练，个个体格强壮，精神饱满，使访问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